他大慈大悲，不知疲倦地救度每一位众生。他循循善诱，点亮众生希望的心灯。他就是世界和平教育大使，澳洲华人佛教协会会长，1000万信众的心灵导师，太平绅士卢军宏台长。时期灾难太多，人伤我痛，要有慈爱之心，爱父母，爱兄弟姐妹，爱你们所有周围人的一切，好好的用心去爱，好好的让自己的慈悲心放尽光芒，让人间充满着慈悲。跟大家讲啊，看图腾呢是让很多人当场相信的，并不是目的，目的是叫大家好好学佛念经。70年属狗，一个眼睛已经看不见了，还有个眼睛能看到一点光。对，可以帮他治一点点，让他看得更清楚一点点光。我可以让他那个眼睛也能看到一点光。我现在就帮他治一下，看得到一点点光了吗？看得清楚一点吗？哎，清楚了。大家看到了吗？如果你们不来，你们根本不知道，所以要告诉别人，让人家相信，好好念经。这个世界不要绝望，不要失望，有菩萨在，什么病都看得好。最主要自己失望了，自己绝望了，那你就彻底没有救了。任何想听闻真理的人，我们的大门都向你打开，欢迎莅临2017墨尔本悬疑综述大型现场解答会。改变命运的金钥匙就在您的手中。